在安徽歙县，每年冬至前后，当地人都会用当年的新米加工年糕，既表达对来年五谷丰登的祈福，也有着对生活年年高、年年好的寓意。来看报道。称重、碾粉、蒸粉、出糕，在歙县郑村镇巷稿村的一家年糕加工作坊里，热气腾腾，散发着阵阵米香。制作年糕，首先要将浸泡好的米碾碎，然后用蒸汽猛蒸10多分钟，待米粉完全蒸熟，就可以将粉团子塞进机器。不一会儿，一个个又嫩又糯的年糕就从机器里吐出来了。在经过工作人员的上架晾晒，年糕就制作完毕。年糕寓意着年年高，年年更上一层楼，年年步上新台阶。